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打开家门，咱一起迎春。今天确实是个好日子，我们终于可以抽烟了，开心啊！那肯定的。老三，快点！哦，来了。我爸今天抽烟了，我帮你试试。老三来上了，把东西往下搬搬。这家在倒水吗？嗯，倒水的。放下吧。真不错。很好吗？回家有事，我来回家喽。抽完我们就回家喽。我们是不是能不能现在你要回家了？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个还跑上来？哎，让我来，让我们来背着下去了。搂着搂着。你搂着搂着。趴在身上。你好，哎，打一把球，给我来打把球，不来飞。不好了，是肿哎！对了，想摸过来去。再到那边去扶下去。大姐到了，把面先扶下子。啊，大姐让他躺着再走好。好，是不是就好了吗？扶了一下子。啊，这样这样说舒服。等一下，我把车子送过去了。往那去吧，不等了。还有两分钟就到家了。我和甜甜闹着要回家。甜甜心心念念要回那个家哦。是的。家人好了。好，没有哎，小风扇你大把手来，快来！哎，得慢点哈。好，我们楼顶哈。我们是，我们是不行，我们屁股疼。嘿嘿嘿。我们这样更舒服一点。嗯。这下安心了吧？来家喽，开不开心？来，我给找，我肯定开心。家的慢慢慢养着就好了。我们不能忙活上了，我们来找点上班。哎，你得上点好的，今天老三成，累的都烦。那肯定的，我给你把热的给煮上去。哎呀，我爸回来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